美国哈佛大学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学之一，但是许多中国侨民给它封了个另外的名字——第二中央党校。日本《朝日新闻》10月10号报道说，中共中央组织部2001年启动了一个项目，就是在哈佛等西方大学培养中共领导人。为什么哈佛大学在培训下一代中共领导人？接下来就一起去了解。《朝日新闻》报道说，官方声称这个中国领袖培养项目的目标之一是 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政府管理经验，作为宣导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一种方式。每年大约40至50名中央党委或地方党委之下的高官被派往哈佛学习。另据美国网络杂志《石板》5月份披露，哈佛大学成为中共中组部的官员培训基地。杂志报道说，大约10年前，中共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努力，给公职人员提供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培训， 让他们可以应对考验独裁政权韧性的日益复杂的情况。这些经过仔细审核的官员选拔出来的政权明日之星，被送到国外顶尖大学，在经过特别设计的专案里学习。中国中南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所教授王成立说：“中共这是作秀和掩人耳目，显示他好像跟美国很亲密。实际上，中国的管理模式跟美国完全不同。中国的体制跟美国完全不一样了。 你不可能在美国培养出中共的干部来。你中国的体制是什么？美国的体制是什么？中共的官员怎么到美国去培训呢？这不是笑话吗？这是一种作秀。”石板报道说，今天中共当局已经扩张了这个项目到斯坦福、牛津、剑桥、东京大学和其他地方。中共至今已经派遣超过4000名官员到西方国家学习政府管理。 而被选中的官员身份不一，他们包括市政府官员、市长、省长，一直到中央政府副部长。超过一半去哈佛进修的官员，在归国不久后都获得升迁，其中官阶最高的是李源潮。李源潮是政治局当中第一个在哈佛受训的成员，如今他成为中组部部长。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认为，通过在西方大学学习，中共官员能借鉴一些具体管理经验和措施， 但短期内对根本制度不会有影响。那您觉得，就是说从长期来说，有没有和平演变的这种可能性？当然，如果有的话呢，那是很好事情的。但可能目前还看不出来，因为是大批的人去学习，学习了西方的管理经验，学习西方的现代政治的一些操作方法程序，对中国的政治进步当然是有好处的。石板的报道还说， 有些人认为，哈佛是在帮助一个前所未有、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磨刀，并加强它的专业化。也有人说，鼓励改革和政治开放有不止一种方式。如果剑桥的课堂能够打开中国官僚的眼睛，看到另一种治理的方式，那么与其拒之门外，不如开门迎之。另外，据了解，目前中共中央9名政治局常委中，至少有5名成员的儿孙在美国学习。 预计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，他的女儿也在哈佛大学读本科。另外，中共近期的高层领导人赵紫阳和江泽民都有孙子辈子女在哈佛读书，而贾庆林的一个孙女在斯坦福就读。